晚上你要坐妈妈的回去了啊。你家一定好好听爸爸的话，听见没有？一定要听话乖啊！你忘了妈妈是个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啥都不能怕，记住没有？你给妈妈带来啥好吃的呀，宝宝？饺子。什么饺子？妈妈这场战役打赢了，妈妈一定好好陪你啊！你好好